会长。各位李干事，各位会友先进哦，大家好。今仔是咱六六大顺路的车辆，是咱的原地哦，完工了后第一次的启用。这个今仔的启用仪式哦，咱也要来欢迎到咱的林议员哦，感恩主持来掌声欢迎这个。耶！好，请议员就位。大家这一排哈，这一排哈，大家拢哦，欢迎一个，欢迎一个健康平安。有很多年了，住在这。